快说说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报告。哎，总算是结束了。小草人，他们的训练重点这才刚刚开始。 你们想让他们过河？准确的说，是武装求证。他们已经很累了，难道你们都看不见吗？报告，向导员，敌人不会因为我们累就停止对我们的追杀。教导员，这个。 我们在敌后啊，只能前行。这一旦要是让敌人发现了，那我们就成活靶子了。敌强我弱，所以我们得以最快的速度逃命。别说这武装求渡，这就是火山，我们也得翻过去。可今天是他们来这儿的第一天。如果明天战争就要来临，我们都得上。当然了。 也包括他们。可现在没有打仗，现在是和平时期。我不同意你们这样的训练方法。我可以理解你们对他们的严厉苛刻，我甚至可以理解你们有时候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。但是，这种虐待士兵的做法，我表示强烈的不满。他们现在的状态根本游不过去的，游不过去。难道你们一点都看不出来吗？都瞎了吗？ 我是火凤凰集训队的教导员，我现在命令全体带回，许叔休息。哎，他多大岁数了？更年期。你们都聋了吗？执行我的命令。教导员万岁！是，妈呀，还是女人，继续女人啊！教导员，这里的军事训练应该是雷神负责。 队长同志，训练不代表无休止的虐待。够了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要向上级正式递交报告。什么报告？你虐待战士，他们只是一群女兵，是战友，不是敌人。你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待他们。 你真的很聪明啊！你居然能想到敌人在想什么。我不想再听你说未来实战会怎么样。我是教导员，我也是女人，我有责任保护我的士兵。这群可怜的女兵不能再受到任何过分的伤害。我真的受够了。 我现在就去把他们给带回。干什么？人，住手！
随时恭候。卫生员，愣着干什么？快把降落伞送卫生所去！快！菜鸟，你们就是一堆废铁，我们想要把你们打造成好钢，需要一点小的磨难。我希望你们能认清现实，接受现实，忘掉你们自己的过去。在这儿，你们不是什么共主，更不是千金小姐。让你们来这儿，不是让你们躺在柔软的床上来晒太阳的。你们要接受最残酷、最严厉的训练。你们以后将要面临的战争就是地狱，而你们没有人能够幸免。睡着了。武装行动。现在开始。我不舒服，我下不了水。我俩都来离家了，怎么不早说啊？哪说？我不相信这种情况，他们会逼你们下水。哎，说你们呢，还愣什么？报告！讲。有特殊情况。欧阳倩和天果来例假了。报告首长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报告，女人有特殊的生理周期，这个蛇道下病，一辈子都好不了。还有呢？因为我是一个女人，更是一名军医。上尉。我现在就能告诉你，这儿还轮不到。没听见雷神说话吗？武装求动。我这暴脾气啊！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啊！害怕了吧？被枪打的自乱了吗？如果你们在未来的战场上不想被敌人打死，那么现在就给我过河，快！不掉。
要的，走吧。我妈要是知道我受这份苦，非死不可。跟你说，现在不往里面摇，死的就是咱们俩。走啊！这份资料有点意思啊。